设定协同编辑的作者，那这份文件呢，现在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希望呢，他跟这个档案可以跟同学一起做编辑。那点点这个档案，接下来点这个人，共用玉山点点，然后把你的好朋友或者老师把他 email 打进来，点选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点选传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输入两个，当然就可以让两个人同时来做编辑。好，那么这边就完成了。然后我再加一个哦，那这个地方同学就可以开始试看看了。好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吕昌甫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角色是陈兰雄，我现在点选传送，所以这份文件再点一下，点这个人，那怎么看呢？点选进阶的地方会显示目前这是我做的陈兰雄，我跟吕冲贤跟吕昌甫共用这份文件。